我那边看到有那个车子掉下来没得？那个好一炸呀，你掉到哪个看到吗？掉下来不？北京时间4:15，现在是发现了疑似物的，在我们三维声呐扫描图上显示的形状。我们经过了一夜的对水下进行 3D 测深测扫声呐的排查，现在最终发现有两处疑似有车辆形状的物体在水下，一处在最桥点的上游大概20米。然后还有一处呢，在最桥点、坠落点呢，往下游方向大概200米处。打捞队在事发可疑的水面下，刚刚打捞起了一根被撞坏的大桥的一个护栏的秸秆。